星罗狂喜，日耳曼人与罗马人展开旷世决战，瓦卢斯还我军团，由七彩中文站汉化组别杀鸡、莫染一等大神汉化的英之崛起，给了我们重新书写历史的机会。行走在更贴近现实的欧罗巴大陆，玩家可以东征夺回君士坦丁堡，也可以渡海北上征服大不列颠。面对身处地中海的死敌迦太基，罗马人再一次开启了布匿战争。英之崛起中共计有13个势力对这片大陆虎视眈眈，除开罗马和日耳曼，玩家还能加入到东斯拉夫人的集合体基辅罗斯，占据着耶路撒冷的阿尤布王朝，以及草原上的雄鹰、金帐汗国等9个国家。面对突如其来的箭雨，组建起罗马龟甲阵进行防御，随即调动日耳曼狂战士予以还击。模组为我们设计了数百种全新的兵种，其中还分为基础兵种以及可以随时随地跟随在身边为主角保驾护航的专业兵种。创建角色界面的文化选择也被玩学替换，选择不同的文化意味着我们的出生地不同。制作组还贴心地为我们分配了一套特定文化的专属装备，眼花缭乱的装备散落在世界各地，通过在商店或战利品中获取，玩家可以演绎某个城市的执政官，也能扮演罗马军团的军团长。更值得一提的是，英之崛起加入了战战之前推荐的经典功能mod真实战斗，相比于原版，我们将拥有全新的战斗体验。以上仅为部分内容介绍，详细内容和玩法可以前往奇侃中文站网站首页进行查看。奇侃中文站所有mod都是完全免费的，如果你想即刻游玩到这款 mod， 可以直接下载奇侃中文站 mod 管理器，在管理器页面搜索英之崛起进行一键下载和安装哦。由于英之崛起需要4000制 mod 作为支持，同时还兼容欧洲大陆地图，你还可以直接在 mod 管理器一键下载和安装4000制以及欧洲大陆 mod， 既简单又非常便捷。也可以到奇侃中文站下载中心搜索英之崛起免费进行下载，按照上述步骤安装即可进行游戏。凭史低，凭史低，奇侃2春季大促正式开启，标准版仅售135元，豪华版仅售158元，初次伙伴仅售26元，折扣时间为3月14日中午12点至3月24日晚上24点。需要购买的棋友可以直接点击 B 站商品橱窗前往购买哦。在万物复苏的春天，我们可以穿越到三国，一统汉末乱世，也能梦回明末，拿下吴三桂，击溃李自成。还没入手的棋友或者身边有朋友恰好在等待降价的棋友，一定不要错过这次绝佳的入手时机哦。